你失踪，帮我们拿出向阳花，稻草人就会跟随我们的指引，陪伴我们征战四方。你们看，此时的他非常听话，可如果把向阳花种入土地中，让它生根发芽，那么稻草人还会听从向阳花的指挥吗？小伙伴们，难道你们不好奇吗？你们看，这就是一个向阳花种子，我来把它催熟。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向阳花，请点一个赞。我破坏了向阳花，捡起了向阳花。这个时候，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稻草人非常听话的跟随我们。在评论区中扣出5467，你将会知道稻草人为什么要跟随向阳花的一举一动，并且我们发现向阳花当它栽入土地中以后，它也可以用来控制蜜蜂。你们看，所有的蜜蜂都被向阳花所控制，围在向阳花的身边。那如果将向阳花种入土地中，稻草人是否还会听从向阳花的指引？我们发现稻草人它变成了一个傀儡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它根本一动不动，好像被向阳花控住了似的，我打它它都不会移动半步。所以说装入土地中的向阳花，它依旧可以控制稻草人的一举一动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了吗？点个关注，下期继续。